你现在看到的是大江榨汁的视频，大江块头有点大，于是我们先用双轴撕碎机撕碎一下，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。为了后边榨汁效果更好一点，我们将撕碎好的姜块再进入粉碎机粉碎一下，粉碎后的姜末再进入螺旋压榨机里压榨出汁，挤出来的汁非常多，效果非常好。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，欢迎来电咨询我，主页有我的联系方式，也可以加微。